哎呀，他的官方公告，这个今天晚上9点发的。非常遗憾的告知大家，由于不可抗力，我们近期将对部分角色设计、时装做出调整，或无限期下架处理。涉及调整内容及后续办法处理办法如下。这些时装都在8月30号10点，月底呗。然后就是下架之前再临时再全部上架一次，对吧？以防大家没买的赶紧买。27号，就是明天了，明天10点。我们福提亚、星级脱兔、苔丝、流放欢愉、芬妮、初晴金雪、礼服、装舞盛典、互动情景、青玉也不行了啊！哈哈，场景都没了呀！啊，以下凭证将在8月30号后无限期下架。这边是月卡皮肤是吧？调整凯西亚，凯西亚是新角色吧？就是那个拿弩的那个。这个老黑，这个出这个角色的时候，老黑已经弃坑了。原来皮肤是这样，现在呢？把胸前和谐没了是吧？看胸前的这个部分都给堵上了。啊，设计草图不代表最终品质，请以新版本内更新为准。调整部分甄选好物的时装和外观设计。养生专家瑶的这个，还有芬妮的不灭奥兹。然后队员档案例会调整，这期角色包含晴、苔丝、秦诺。哦，明白了，就是统一把胸前看见没？他打码这个地方，就统一把胸前都得遮上，不能露，明白吗？看这都堵上了，看见没？胸前都堵上了，都打上小图标了，证明就胸前不能露，一点儿不能露。调整黄金狮子。在例会中的展示，指挥塑身2D 界面也会和谐的。国际服与国内服这个一同版本，就是这个修改，国内和国外一同生效。然后对这次改动造成的不便，我们深感歉意。调整生效后，将为所有飞行员送上特殊纪念头像和表情包，芬妮的。哎呀，然后呢？就是月底前购买过公战时装的，将获得福提亚小太阳的纪念时装。向飞行员表明制作组的决心，未来会秉持初衷，继续向大家提供想要的内容，坚定方向走下去。早知道有这一天，大家伙冷静看清楚。哎，看见没？这就是但凡胸前的这一块就不能露，全部都得抹平。好像就这么个意思啊！看一下这个老哥的省流啊，好像就是这个凯西亚受的影响最大，是不是？其他的基本都是那个拿胸前跟那个拿后面，对吧？加了黑色布料，就跟当年原神那波一样。原神那波不是什么秦啊、莫娜，尤其是那个秦团长，还记得吗？秦团长原皮不是胸前不是也露了吗？新皮肤都给堵上了。哦，大爷卡皮下架。大量皮肤近期上架并无限期下架，无限期下架就是说以后再也没了呗。芬妮腿部加了黑丝，防风苔丝什么什么例会调整，国服和国际服一视同仁，小老师也和谐。这个玩意儿就是统一标准，就是胸前不能露，你管你是什么角色。人白火了，年轻人第一款二游，改动迟早的事。完了完了，下边评论不能看啊，不能看，我去，看多了直接号没了。这刚才官号发的公告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。事发突然，我们也是接到紧急的通知，由于不可抗力因素，对吧，不得不对内容进行调整。由此次事件，我们将额外做一个皮肤哦，然后代表着我们的这个心意。这次调整时间非常紧迫，对吧，还是希望大家能理性看待，一起维护好我们的游戏的社区环境。关于未来，大家也不必过分担心啊，已经在做一些措施，争取把对玩家的体验降到最小。大家可以关注社区内容啊，来提前做一些准备。啊？什么叫提前做一些准备？别吓人呀，你这准备可有点吓人了。对于制作组来说，这件事不会动摇我们的初衷啊。我们都相信啊，只要玩家团结一致，共同进退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。为了不让大家担心，看一下后续版本的皮肤设计。哎，就是说下边都改成裙子，都得遮住，就不能露了呀。上面不能露这儿，下面怎么着得到大腿根儿啊。大家不用太悲观，主要是皮肤无限期下架。
主要是这么说，但是肯定这个玩意儿肯定会影响到后续皮肤设计的，说不影响那是假的，影响是肯定有影响，至少近期就不可能再做那种太出格的。这木木这儿直接都五六千评论了，天塌了，陈白凉了，完了，哎呀，这将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款二游啊，这都是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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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次公告代表的是结束还是仅仅一个开始？有一个就够了，是结束最好啊，就怕这是开始，开始就啊切割派，这就开始切割啊。8月26号9点发的，就相当于你看这已经6000多条评论了，到明天这个时候感觉冲个两三万一点不成问题。我还想看看这角色都是谁啊，老黑弃坑弃的比较早，这角色我都对不上谁是谁。